然后看到这里哦，他说有两个袋子，有 A、B 两个袋子，其中 A 袋，对吧？哈，有五红一白，对吧？哈，有五个红色，一个白色。那从 A 袋当中取三球，好不好？这边注意听。所以说从 A 袋当中取三球放入 B 袋，再从 B 袋当中再取三球放回 A 袋。 相信不行，换句话说，从 A 袋当中拿三球放入 B 袋，再从 B 袋当中取三球放回 A 袋，这样拿过来再放回去之后，问你白球在 B 袋几率是几？怎么说？你看一下球的结构 ，A 袋是5红1白，B 袋是几红？6红。所以说你要知道 B 是6颗都是什么色？所以说你去想象一下，当我从 A 袋当中拿出三球放入 B 袋。 再从 B 袋当中拿出三球放入 A 袋，这样拿过来放回去。问你白球在 B 袋，所以说这里重点是白球只有几颗球，一颗球。所以说白球会在 B 袋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，当我球三球抓过来的时候，会不会有白色？会。但是放回去的时候呢？放回去的时候呢？可见这时候放回去只有白什么色？ 这时候放回去是什么白色？没有。换句话说，老师可以知道，从这抓过来 B 袋的时候，对吧？哈 ，OK， 抓过来 B 袋时，因为最后白球要什么色？白球要在 B 袋嘛。所以说抓过来取三球抓过来时，这时候一定是抓到是2红1白，对吧？哈，放进来，所以说 B 袋用的是6红的，对不对？ 放进来变几？变8红1白了。再取三球放回 A 袋，再从这边取三球放回 A 袋。那因为这时候白球要在什么袋 ？B 袋。可见取这三球，这三球可见三个都什么时候？红球，对不对？ 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我 B 把白色给按扛起来了嘛，所以说追抓过来时是2红1白，放回去时注意听，这时候是几红3红吧？所以说把这两个动作把怎样搭配起来是不是就好了？可不可以？所以说你看一下第一个动作，我一开始抓时你看一下 ，A 袋是5红1白，全部几颗球？6颗球，所以说从6颗球当中挑3颗，我要什么？ 2白1红，2白5取2，1红1取1，搭配这一样，全部几颗球？9颗球，挑3颗球。我要三个都什么色？红色。换句话说，从8个红色当中挑几颗？3颗是出来了。所以说你去把这边算一下，好不好？这算出来是几？啊，7+6=3，4=3，5+4=20。 20分之10算出来是几？1/2。乘上7+9=3是几？9、8、7除以3阶，8取3是8、7、6除以几阶？3阶，大家都除以3阶，老师不写了。8、7、8、7约掉，好吧，再把9和6约掉，剩几？1/3。所以说算出来是几？1/3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